还是热呢，当然了，当然是附近买的。如果在家那边买过来，全凉了。今天晚上怎么样？预计二嘛，今天晚上吃饭，明天我去马会做兼差啊。好啊。喂，你那个下楼上司，还有没有经常对你毛手毛脚的？啊？为什么老是看着这个苹果？好看啊。想买啊？ 抢啊！但是很贵啊。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我看一看已经很开心。有钱留下来买蓝筹股，一定升，相信我。阿斌，今天到底买什么呀？ 相信我，长线一定是买汇丰。都九十几块了，还买汇丰？香港股市且升呢，没事的。就剩下五千点了。九期之前股票起码一万五千点，楼价两万块钱一尺。九期之后我都看不到了。怎么会这样说呢？不过到时候什么楼都要放，股票也要全放，不然的话到时候日本和香港一样泡沫经济，各个以为生定了，不会跌的，到时候，胖了，玩完了。你信不信？喂，有没有折扣啊？ 喂，已经打了折扣了，不能再减了。不是吧？人家到处都有折扣，喂，再减一点啊！喂，再减一点。小姐，我不是叫贵，我有名字的。了不起，先试试。哎，你不可以试的，如果你要试的话，我拿另外一只给你试，这是新的。这么厉害，还给你。 你不知道是什么女人，不害臊。没睡电话。喂，老爸，是啊。什么事啊？你说什么一万五？你要来干什么？我都叫你不要再去赌了。我哪有那么多钱呢？你以为我是提款机啊？ 你没事吧？没有，没什么。阿斌，出来吃饭吗？约好了今天吃晚饭的，我吃了便当了。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，跟你说叶氏啊，我看了一本好棒的经济学书，他说呢，经济呢是有周期性的，还有照顾的估计，亚洲经济九七前一定会升得很厉害，肯定就会立刻回落，起码在2000年之后才会回升，到时候很多人会失业的。我除了我自己一个月一次的周期之外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？再见。哦，好，拜拜。喂，这支我用过的，很好的，就是啊。 你是怎么搞的吧？我介绍那只当然好了，当然好用了，我用过的，我真的用过的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喂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还用问？谁都看得出来我正在帮你吗？不用你来帮我。哎，你的手弄脏了，我帮你擦干净啊。喂。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我可以告你性骚扰的？切，我是同性恋，谁都知道。我只知道你扮鸡吃老虎啊！美穗传真，谢谢。是好吗？再过403分钟就能看见你，真好。老地方晚饭。上班时间做自己的事。这是本地传真呢。本地。 那些店不用钱啊，那是纸不用钱了啊！啊，这条不就是我不见了很久的米奇老鼠手绢吗？哦，原来是你偷的，你手脚不干不净，像你这样的人渣，我一定告死你，我一定告死你，我告死你！
到底怎么搞的嘛？明明订好了位子，还要等那么久。我真搞不懂有什么这么好吃，不就一块白饭加一块生鱼片吗？这种团团转的寿司，又便宜又好吃，以这样的意念去推销，早晚会越开越多的，生意一定很好，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你不开心了？有事情值得开心吗？是我惹你生气的？你没有惹我，是我自己心情不好。你不想排队就去买汉堡包吗？我呀，跟你谈了几年了，每次跟你出来都是吃寿司，要不就吃汉堡包，我很闷呐。我不一定要吃鲍鱼，但是不可以一辈子都这样的。那要不我们去吃炸香鸡？你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他不是想吃什么，他只是不想永远都这样，没有变化。哦，那我现在明白了，我们不吃鸡了，我们去唱 KTV。你根本就不明白，你把话说白了告诉他吧。我不会说呀。你是不是想告诉他，你永远都觉得他是个白领阶级，而你永远是一个小职员，一星期见两次面，谈了一两年，一个不小心有了，就被迫结婚生孩子，功劳就这样过完了一辈子，对不对？不错不错。人人都是这样的吗？就因为人人都是这样，我才不想这样。我不认识他的，但是我完全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所以他说的对，一个女人念完书出来做了两年工作，就这样结婚生孩子，看电视打麻将，三班一下就过了一辈子。要是换了我是他，我也会不甘心啊。我们这么聪明又长得帅，如果肯努力，一定会出人头地的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啊。你放心，有朝一日我出人头地，你一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妻子。这里有这么多人，个个都想出人头地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行？我对我有信心。我也认为你行的，所以我不想拖累你。我看到你牺牲吃午饭的时间来看经济学的书，我觉得如果没有我，你会更快成功。你想说什么？好像就快分手了。美穗，我知道你不会。我会。我觉得分手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有好处。你嫌我穷？我不是嫌你穷。我觉得没有我，你的成功机会会很大。Bill，你给自己机会，也给我一个机会。如果我们两个还在一起，你永远是一个白领，我永远是一个化妆妹。我们只会做一对穷光蛋夫妻，我不想这样啊。这个苹果我喜欢了很久，送给你。我们两个是不是再也不能在一起了？为什么不能？只要我们努力去工作，到我们出人头地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有缘分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。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是吧？喂喂喂，我进不去呀！啊！
谁呀？是我兵。我已经没有人生乐趣了，我更糟糕啊！我真的很惨的。你怎么惨也比不上我惨呢、啊？我失恋了，这难道不比你惨吗？我开门呢，开门！喂，你干什么？怎么了？啊？比如我真的很惨了。你冷静告诉我，什么事？我做了一件令我前途尽毁、穿出去做不成牙医的事。你冷静一点。我做不了牙医了。你冷静一点，到底什么事吗？我替我妹妹阿木做了一件很恐怖的事，现在里面满地都是血。她才15岁啊，而且很漂亮。我走之前还送了一双球鞋给她。你神经病啊！禽兽不如，赶紧去死吧你！你这个贱人，爹！爹！你这禽兽，贱人！阿木，你在这好了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我替你报警。喂，兄弟，哭牙用不着报警吧？哭牙？啊，是啊，我想看看自己的本事，不过弄砸了，如果传出去，医学院一定不要我。哦，你早说嘛！你刚才为什么叫惨？对了，我失恋了，美翠说要跟我分手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，我不会甘心做一名朝九晚五的白领的。阿兵，你一定行的，放心吧。我已经看到你将来一定是一位超级大富豪，平时呢有个美女秘书帮你 take notes。当然一定有司机帮你开劳斯莱斯了，还有什么呢？啊，美女秘书在你累的时候呢帮你按摩。有什么吩咐呢？你写在纸上递给他就行了。拿着，这样就不用愁了。你一定行的。所以我已经决定，我要去美国碰碰运气。哎，正合适啊。阿木呢？下个年度将会去美国念书。啊，我这一生里面呢只有3个人，所以你们两个呢一定要好好的回来见我。到时候我应该已经做了牙医了，碰你们洗牙，你一定行的。这文件 ，Fest 去纽约。昨天隔壁房的外国人投诉 Joey 叫得太大声，你去跟酒店说，要他们换房间。纽约那边今天晚上会打长途电话来，你告诉他们一切 OK， 准备好2亿美元的 bank guarantee。Hello。Yes.
Mr. Gay is not wrong. But don't worry. He said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smooth.这张照片显得你很胖哎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的，我向来不喜欢拍照，我很低调的。对，华尔街神童雄踞着200亿美元的基金，他们说亚洲金融风暴，你也有份在后面策划。你乱说，我6年前已经猜到有今天了。六年前你还很穷哎。6年前和今天一样，没有分别，还是很穷。不会呀，今天还有我吗？超级大明星。你厉害，一下飞机几百人来接你。那还用说，这个叫做郎才女貌。蓝莫恩，为什么躲着不出来？纽约那边让我提醒你说，那个计划无论如何一定要谈妥，要不然会不见很多钱的。行了，你比我妈还啰嗦。喂，你别再欺负她了，要不是有她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我知道，我的袜子摆在哪我都不知道她知道。就是啊。喂，换衣服走吧，好吗？哎，你今天约的那个小日本呢，一定是我的影迷，所以如果你带我去的话，她一定什么都答应你。好厉害的眼神，杀气太重，一定会砍我30%。この契約書じゃ 30% は保証してもらわないとできないな。I think they're not possible。该死的小日本，设那么多圈套，想闷得我自动减价，门都没有。我要像朗纳度那样，带球入禁区。一脚叫摆平你，小子，你到底想不想跟我做生意的？ちょっと待って。想跟我耍手段？哈！嘿嘿嘿！今は結論が出せない。来週の水曜日に香港に行くから、その時に結論出しましょう。我实在忍无可忍了。Nice to meet you。哎呀，我用得着那么假吗？喂 ，Bill， 我买完东西了。是啊，生意谈好了吗？ジョイさんですか？あ、すみません。あ、本当にジョイさん嬉しいな。あなた映画で見るより全然美しい。本当に。真是讨厌。あ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ビュ。台湾生意吧。就跟你身后的白痴谈呢。谈的怎么样？简直想扁他。
来。He's my boyfriend。え、本当ですか？素晴らしい彼女をお持ちですね。你说什么？来週私水曜日に香港に行きますんで、その時ぜひ水曜日に食事でも彼女を誘ってお願いします。他有病。他想在香港请你和周宇吃饭，这次搞定了。我不要跟他吃饭，这回大色狼。也不是啊，他长得挺帅的，也挺礼貌的。但是他下流啊！你干嘛那么凶啊？这个计划很重要的。我不信没有这种人，我做不成生意。喂，冰，你先帮我拿着，我把他追回来。君。干嘛生那么大气呢？我不想说。你吃醋。哈？吃醋。你呀，没有以前那么疼我了。你呀，也没有以前那么专一的对我了。你是说我移情别恋？你。不要这样的，猫猫。这是车。什么车啊？我说这辆是车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以前都不会这个样子。我知道，你现在根本就不喜欢我了。蛮不讲理。女人还有讲道理的吗？哇，咬人了！喂喂 ，stop my car！ 哇，又咬人，岂有此理！我说过不许插眼，不许打架的。我懒得理你啊，我们分手吧。讲分手？那你别乱说，我当真的啊！当真就当真。戒指、手表都是你送给我的，还给你。你想这样玩是吧？安娜，手表是你送的，我摘下来不要了。你这人到底是不是男人？我当然是男人了，由头到脚到脚趾都是男人。你整套西装还有领带都是我送给你的。你不用多说了，还有我脱下来给你。西装是你的是吧？领带是你的啊，还有衬衣。我现在呢？我现在不要了。把你的裤子也脱下来，那也是我送给你的。啊、这次先欠着，下次还给你。糟了，这次玩得太过了。你哥要跟我说句好话，我下得了台，我就 OK 了。完蛋了，这次弄得太僵了。快过来啊！哄哄我，我也就算了。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没道理这么低声下气的去求你。而且在一起那么多年，就算每岁我都没去求过他，凭什么去讨好他 ？PK， 这么久还不过来，想怎么样呢？看来这是在哭着呢。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哄哄女孩子没什么大不了。难道穿着内衣满街走，鞋不够丢人的？算了。哇，竟然跟我玩这个！糟了，忘了酒店在哪儿了，怎么办？马路，我们好久没见了。你来日本干什么？我是来谈生意的。谈生意？你这样子去谈生意啊？是啊，所以生意谈不成。没关系，我六年前说过。你一定行的，我绝对不会看错。其实我……哎，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吧，好吗？好，来。
チャーシューラーメン出前一丁お願いします。你一天没吃东西了？是啊，我来日本买东西的。我真没想到，六年后真的可以再见到你，竟然在日本。我早说过的，只要有缘分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这几年怎么样？还可以。这碗面是我六年来吃的最开心的一碗，不如你请客，回来香港我请你。当然可以了。我是不是很任性啊？有一点。连你也这么说我。比如身上没有钱，又没有信用卡，他怎么回酒店呢？但是当时我真的很生气嘛，所以我就叫司机开车走了。但是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样找也不是办法，我们分头找，一人一边。那你找到他的时候，在他面前帮我说几句好话。谢谢。为什么不说话？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很想一口气把我在这六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全告诉你，但是我不知道从哪说起，还有不知道用什么身份来说。六年前你是我的女朋友，现在还是一样。但是现在不行了。有男朋友了？两个星期之后我就要结婚了。有时候爱和结婚不一定是一个等号。还不喜欢要嫁给他？我对他的感觉跟你不一样。我以前跟你谈恋爱火花四溅，但是我跟他的感觉是虽然淡淡的，但是细水长流。他很有钱？还可以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和平这个名字。香港叫我老大。他现在已经不干了。我真的很爱他。如果你回香港，一定要来喝喜酒。我会叫他帮你介绍一份工作。帮我介绍工作？这里有点钱，你先拿着。哦，原来他以为我还像以前那么穷。要还的。我知道，我会还，谢谢你。你要保重啊。你也是。拜拜。拜拜。原来你回来了，吓死我们了。周宇呢？我们分头去找你啊。刚才我碰到熟人，知道是谁吗？是谁呢？
美穗。美穗姐姐，她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她没怎么变。我们两个聊了几个小时，又找到了以前的感觉。你想再跟她在一起？嗯。现在机会来了。那秋雨怎么办？先瞒着她。怎么瞒？不要。对不起啊，我以后不会再发脾气了，你不要再生我气了。这也不能怪你。那什么事啊？他哥哥出事了。啊，出什么事啊？他哥哥就快死了。啊，怎么会？他哥哥替病人弄牙齿的时候被病人传染了艾滋病。啊？是啊，你看他多伤心呢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现在回香港见他最后一面。要我陪你一起回去啊？随便。不过我担心他哥哥说话的时候喜欢喷口水，我怕他的口水令你染上艾滋病，那就不太好了。那不如我在东京多玩两天好不好？好啊。我顺便帮你摆平那个小日本。好。我去订机票。欧梦呢？嗯。帮我办好这件事。哦。嗯。我今天晚上监控不够好吧？嗯。欧梦。你对我永远是那么重要。牙床很软，如果被人打一拳，可能所有的牙都会掉光。不会吧？还有啊，你的珐琅质又薄，你一定没有用含有 Fora 的牙膏去刷牙。你想怎么样？还有好几颗蛀牙要补呢。要多少钱？150。150一颗？全包。老大，你那么多颗坏牙，至少要3000呢。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再让你说一次。150。你说150的吗？150。啊，你说的啊。150。我没逼你啊。来。150，帮我补好所有的烂牙。OK。来。那要不要麻醉啊？可能有点痛的。当然要了，你弄疼了我就要你赔3000块汤药费，还烧你的铺子。我怕，我知道。包你不痛，先吃了这颗不痛丸。包你不痛的。你别想糊弄我啊。相信我，不痛的。你要是骗我，后果很严重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断你的电，害怕，拆你的车轮子，还有方向盘，你怕不怕？不痛啊。然后我还要扁你一顿呢。不痛，真的不痛的。我真的要扁你啊！哎呀，不痛啊！我真的说不痛啊！啊，你真的以为我怕你是黑社会啊？够屌！一进来看霸王牙，快点，慢点！你们俩去哪儿了？我叫你们呢，你们俩愣着干什么呢？哥，妹妹，还有我呢，阿冰，我们很久没见了。妹妹，哇，长这么高了。哎呦，阿冰，
妹妹。喂，你现在很饥渴？我也很需要友情的。走远点。老板，这位美少女就是你妹妹呀、啊？是啊，长得不像。妹妹，随便给你介绍一下，快点，慢点。整个医学院呢，最卑鄙、下流、无耻的两个人呢，就是他们俩了。14到70的女性，他们都不放过的。我的兼职助理，薪水最低，所以才请他们俩。哎，无缘无故回香港干嘛？你们没睡。喂，很多年前你们就分手了。刚在日本我没有遇上，但是我觉得对他还有感觉，我想再去追他。如果不追他，不试试这种感觉，我怕一辈子都会后悔。不对啊，我看三八杂志知道你有一位明星女朋友，也很头痛的。那些记者穷追猛打，稍微控制不住都会一团糟。没关系，你喜欢就追了。但是有个问题，她还有两个星期就会嫁给和平哥了。什么哥？和平哥。这就是和平哥的手下。他呀？是啊，宴会谈这里好了。这家伙天天上来捣乱搞事，看霸王牙。你在干什么？在接东西。职业病，我们只是闲聊嘛。阿妈妈，阿妈妈，是个好城，等会儿一块玩。你呀，就算跪着喂，也不有机会。喂，你们两个少废话行不行啊？我想到了，叫他带我去见和平哥。见和平哥？你开玩笑吧？哎，全都补好了，多帅。为什么我满嘴都是烟味儿啊？我今天没抽过烟啊。我们的烟味儿是橙味儿。橙？我也没吃过橙、啊。哎，杰哥，杰哥，杰哥，喂，你谁啊？我是森里的朋友，刚从日本回来。美穗姐说和平哥有一份工作介绍给我。你不要随便说背景啊，小弟。哦，我是说真的。是啊，美穗姐是这么说的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阿彪。阿彪是吧？如果我大哥真的有份工作介绍给你呢，第一个月薪水我的。没问题，走啊。没问题，走啊。喂，150块。先欠着。喂，你老板在哪儿？在踢球呢。哦。快过来。快点，快过来。简直是世界水平啊！我想过些日子到意大利去踢。是啊，不错，把你的兄弟群带到意大利去吗？啊？看什么呢？眼都直了。他真的来了。谁啊？阿彪啊！阿彪！哇！你的名字我听过了，但是还没有正式请教过。哎，让我来介绍吧，和平哥。阿彪，和平，你好，阿彪。美穗她整天提起你，说你以前对她很好啊。美穗经常提起你，说你现在对她很好。当然了。和平啊，阿彪想回来找工作，你帮他留意一下。我们下个星期要结婚。日本说小呢，也不是太小，但是这样能让你们碰上，的确是很巧啊。很难说的，是吧？前几年我本来就想跟美穗结婚的。会踢球吗？我守龙门的。去守吧。好。快！
你怎么不要打架？喂，我都没吹，他来吹，把他赶走。别乱来啊！和平，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？你说的话我当然记得了，不是认真的，开个玩笑吧。阿彪，你的技术真好，我跟这帮孙子踢球啊，平时起码进到十七个，这次全给你没收了。来吧，喝汽水。好，来，来。叫你瞎吹，来吹吹啊！还敢不敢吹了？放了他吧。哎，放了他！我咋说放了他？我听美穗说你没工作。是。我社团里面呢，能打的人多，会用脑子的人很少，你应该可以帮到我的。犯法的事我是不会做的。哎呀，我已经在半退休状态了，伤天害理的事呢，我是不会做的。喂，其实我挺佩服你的。我自问对美穗呢是疼得要命了，但我知道在她心里面，男朋友的排位呢，你是第一，我是第二。有一些事情永远得不到才是最珍贵的。那到底里面有什么巧妙？你说来听听，我不会生气的。有的东西是我有你没有的。你有我没有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什么款式没有啊？现款最多了，你有我没有？当然有了。是吗？是啊，老大，我看他的面相啊，他那里可比你厉害呀、啊！去你的！就知道胡说八道。说吧。我跟美穗经历的事情，一起的生活，光是这份回忆，你这辈子都不会有。谢谢你，可乐。Bill，你在想什么？这么多年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你都是第一位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追你，我也会尽全力。我住在森林那儿，有空打给我。我看这小子有毛病，想跟我争。老大，我帮你挂了他。哎呦，你很怕吗？啊，我怕。怕字怎么写？哎呀，呦，我真是有点怕呀。喂，美穗，我想见你。阿彪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？和平的人挺容易相处的。阿彪，我知道，但是我真的很想见你。老地方见好吗？那好吧。OK， 拜拜。小姐，以前留座位都要等很久的。现在全向轨道了吗？六年开了十二间分店。哇，新老板无缘无故出现，幸亏我早有准备。我真是没想到，我的前任女朋友会嫁给一个全香港最有 power 的社团里面的老大。她是怎么样开始追你的？我爸爸欠了他们一笔糊里糊涂的高利贷，你也知道我一向很倔强，就去跟他们理论喽。谁知道他不但不用我还钱，还借了一笔钱给我做生意。跟着就追你啊？他也是个人嘛。是不是因为他给你钱？不是啊，我是发现了他真正的性格之后才喜欢他。你别看他块头大，好像很凶似的，其实他很像个小孩子，很需要别人的照顾。我也需要别人照顾。阿Bill，你会有的，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子。哎，原来是你们啊。对不起啊，你们是？六年前呢、啊、我们在这里在外面一起等位子的。哎、哦、我们吵架你们劝架的。
你们劝架的分了手，我们吵架的却结婚了。是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。你们和好了吗？我们是朋友。孩子，叫叔叔阿姨。我要尿尿。哎呀，真是麻烦，你带着去吧。一起去嘛，走啊，这够懒的。如果六年前我们没有分手，我想就会像他们这样。如果我现在不是没有工作，我出人头地了，比和贝哥更有钱，你还会选我吗？你怎么这么问呢？我是乱说的，没什么。其实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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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公司集团的姬先生光临我们本店巡视业务，欢迎欢迎欢迎姬先生。干什么？姬先生，欢迎姬先生啊。你叫他们来的？姬先生，华尔街的总裁啊，集团的总裁啊，上个星期才收购了我们所有的连锁店。虽然我是长得有点迟钝，但是我也看过这些高档杂志啊。姬先生，我们一定会努力为公司赚钱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不用气。刘七就是你啊，原来已经出人头地了。不好意思，这确实误会。原来在这六年里面，你真的，你真的变了。我没有变，我的心没有变。我现在会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了。你虽然已经出人头地了，你虽然比和平哥有钱了，但是人已经变了，我不会再跟你在一起的。叫东西吃，你给人结账了，快过去，快过去，来。你睡。啊。又不开心了？不是啊。还说不是？每次不开心就进厨房煮东西吃，那些东西永远不吃。这三年里面我见过很多次了。不会啊，我吃，吃饭了。煎牛排、炒牛肉、免制牛、牛百叶、牛仔骨、牛白腩。你跟牛有仇啊？是，我是不开心，有很多事，太多的事，我很乱。我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？金牙杰这小子在寿司店的把马子的时候，什么都看见了，什么都跟我说了。喂，你不要乱来啊！我当然不会。自从认识了你，约法三章、四大规则、十大借条，我哪样没遵守的？我现在真是觉得自己像神父，根本不像老大。是啊，阿彪他的确是想再追我。我知道。想不到这六年里他真的成功了。
现在是不是比谁的钱多啊？当然不是了。六年前我跟他分手，我是不想妨碍他的发展。现在六年之后，他成功了，还想回来追我。他还回来追我，我很有满足感的，你明不明白？美穗，其实你心里很清楚的。我出来混，我的名声这么响，不是因为我欺负人，而是大家知道我做人公道，所以我一定要追求公平。你一天没有嫁给我，都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。感情的事是靠积分的，谁在我的心目中被扣的分最多，我就不会跟他在一起。不过我真想约阿彪出来见见面，聊聊天。我们的约法三章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不许乱讲粗口，不许喝醉酒，不许随便动手。犯一条呢就扣五分，扣满十五分呢就停牌。这次真是全靠大家了。阿彪，你别傻了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这次关乎你的终身幸福，我们一定会赴汤蹈火的。谢谢你。啊，听到了，全都听到了。听到什么？听到什么并不重要，但是有传真的。今天晚上我大哥跟美穗姐约法三章，不喝醉酒，不讲粗口，不打架。如果你令他犯了其中一样啊，他们准翻脸。哦，原来你是廖边啊。你说什么？我金牙杰啊，忠心义气，没有一两百万是绝对不会出卖我老大的。你说话了吗？我们准备。阿彪，你什么来头啊？敢和我争美穗？我怕你敢咬我。我干！我干什么也不会咬你的，你知道我的名字，我叫和平。这次我志在必得，我一定要赢。啊！我那勒我勒住了，让你说吧，我不会生气。你这种黑社会打手，每次跟着你，不是被人砍死，就是在监狱住一辈子。啊！你妈！你妈好，你跟我聊天还是咒我？如果你爱美穗，就放弃算了，一边站着去吧。袁和平长这么大，混这么久，会被你吓着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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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大家喝一杯，一杯下去呢，什么都可以谈得拢了。我们没叫酒啊。这些酒呢，是我们公司孝敬和平哥您的，是不会喝醉的。怎么弄只白酒来啊？应该弄一只点得着的，把它灌倒。这当然不是白酒啊，是中国最厉害的二锅头，酒精含量70%。和纯酒精没分别。白酒喝一点没关系吧？阿彪都不喝，你喝了干什么？哦，我喝。他已经喝了。他喝了，你也不许喝。哦。哼，不堪一击。彪。其实你们两个都是我曾经爱过的男人，我真的不想你们两个因为我有什么冲突。Bill，你现在既有地位又有钱，我看你还是回美国吧。就是回美国吧，快滚，滚回家团聚了。美穗，我们已经分开六年了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想妨碍我的事业成功，所以跟我分开。现在我事业有成了。没有什么能再把我们两个分开了。第一招巧了，有没有第二招啊？有。哇，这房子真大，为什么不给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正在聊天呢。是吧？聊天了不起啊？没房子住我怎么办？我看你有毛病啊。啊，你这扑扑什么？你这个扑进来说话的男人，我警告你，如果再不出去，我就劈。劈什么？拼酒都不理你，没主就快滚！女的留下来，出去把账结了。哇，
这家伙够屌，和平哥都不给面子，哪儿找回来的？他刚从大陆来了一天半，连董建华都不认识，更何况和平哥。给了多少钱？麦当劳加5块。好贱！小白脸，有种就碰碰我，没胆量就快滚！人，不让你忍，不一定要忍，我就不会忍了，你滚出去吧！闭嘴吧你！这次我一定要忍，不让你忍！娘娘腔，有种过来扁我，过来扁我！哎呀，我扁你就扁你，呱呱乱叫！哇，侯姓十三妹，好厉害！扁他不要给我面子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别别别！别他的衣服！别他！哎呀！别他！好残忍呐！别他！你的拳法挺厉害的，一下就把他打趴下了。嘿，小时候经常跟别人打架，你学过拳的吧？学过那么几天，是吗？哎，你们两个怎么了？突然又变成好朋友？哎，男人的事你懂什么？我跟阿彪出去兜兜风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啊，女人留下。啊。哎。小周，怎么样？想单挑是吧？就当我求你，我给你下跪了。你比我有钱，长得又比我帅，和美穗又有3年这么美好的回忆，你放弃他吧，你把他让给我。不是我先给你下跪，我求你放过他，忘记他，把他还给我好不好啊？当然不行了。不行。不过也是，美穗是个好女孩，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。我肯定啊，我可以让她得到幸福，你可以吧？我也可以。公平竞争。好啊，我不会用那些卑鄙的手段，你放心。好，我信你。说定了。好。嗯，哇，你的车好飙啊！当然了 ，Twin Turbo， 有兴趣兜一圈吗？好啊。哎，5000赚了，怎么还没有 Turbo 啊？不会吧？哦，这个还没。正来着呢，我们已经到门口了。喂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到底怎么样？啊，快来！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快通知大傻他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快点。大傻他在哪呢？我听不见。喂，喂，大傻。快来！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。来，就来吧。老大怎么样？干什么？拿那么多花了干嘛？老大是江湖的偶像，偶像没有花，这哪像花？你们俩干什么呢？哦哦。我们两个是这里的见习医生。我老大怎么样了？他昏迷，没反应，没心跳，没知觉，有脉搏。那这个黄毛小子呢？他昏迷，没反应，没心跳，没知觉，没脉搏。不过在吃馄饨面。真的？是啊。你这个大混球，如果我老大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就过来帮我打工好不好？做731公司的保安总主任，薪水一个月88000。叫外面的人离开。在这6年里，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，只有你照顾他，真是太辛苦你了。知道吗？其实是他在照顾我。这些年来，他除了工作，还要供我读书，而且又请我做他的私人助理，我很感激他。他有没有女朋友？有，不过他不喜欢他。我想他喜欢的人应该只有你。感情的事你小女孩懂多少？你们老是把我当成小女孩啊。对了，我忘记你已经长大了。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，我只喜欢女人。是真的？长得这么漂亮怎么会这样呢？太浪费了。喂喂喂，外面很恐怖啊，人人都把龙虎凤纹在身上，会不会对阿彪不利啊？
和平哥绝对不是这种人。我知道和平哥不是这种人，可是他晕过去了，他手下很恐怖啊。我看我们还是进去吧。阿木呢？我想我还是不要进去了，等一下他们两个醒了，我都不知道该上哪一张床。哎，美穗，你总得选一张床嘛，难道一脚踏两床？有机会，有机会了，阿彪是有机会了，开始拿不定主意了。你不替阿彪高兴吗？高兴，高兴就进去吧。好。巫师真的在里面啊？是啊，我们猜了很久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。是。哦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喂，没事别去102号房那里啊。在那里有一群黑社会老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听说那个和平哥在那里，哎，搞得乌烟瘴气的。和平哥，呀呀呀！他还没醒吗？都怪我不好。老板，不关你的事，是他印堂发黑走霉运呢。哇，转向也转得太快了吧？弃暗投明是应该的。哇，外面的情况很紧张啊，我怕他们会冲进来看阿彪啊。不用怕不用怕，有我，我出去。你去阻止他们。不是，我出去上支香求菩萨保佑我们老板。喂，让他去吧。喂，我有办法。快说啊。把这两张床调过来不就行了吗？那没有人会进来砍和平哥的。如果他们进来砍阿彪呢，而砍错了和平哥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天意呀、啊！哎，你到什么地方去？到现在还不来？怎么还不来啊？快打了电话了！哎，对呀、啊，快点啊！啊，这些人真是这么做事的吗？就是嘛，这太奇怪了，这么久还不来。喂，喂，请问，记得阿彪住哪间房吗？哑巴，你不要出来做古惑仔了吗？干什么干？啊，阿彪呢？都是我不好，如果我不去买东西陪你开车，你就不会撞车了。你知道我们做演员的要联系，所以走不开吗？我不想太拖累你。你千万不要有事。你醒了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你失忆的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你整容了？阿彪呢？啊！我操！你别走！你我在这里呀、啊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想问华成谁提议的？我们已经把他制服了。哎呀，快叫医生来。来我这里最安全，起码不用被人刺大腿。先是头跟着到大腿，下次不知道是哪里了。这么大的人了还在乱讲话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每次有没有来医院看过我？他走了。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呢？他不是生你的气，他还很关心你呢，可能是怕见了面尴尬吧。我开始越来越没有信心了。哎呀，你也用不着灰心嘛，事情也未必那么糟。不行，我要上厕所，你扶我去。不用吧，你不是瘸了。但是我不帮你掏出来啊。扶我去，扶他出来，扶我上厕所啊！阿木，美穗姐姐，昨天彪在医院是不是被个傻子弄伤了？是啊，不过他已经没事了。哇，吓死我了！你这么关心他，他知道一定很开心的。
要不这样，你先躲起来，等一下我叫你的名字，你再出来吓一吓他。为什么？哎，你别问那么多了，先躲起来。来嘛，先躲起来。我不叫你，你别出来啊。好了没有啊？我哥呢？我说上厕所的时候他又不去，到我出来他又去拉了。喂，你猜猜是谁来了？阿兵，我的宵夜来了。不用猜，我看到了。这里就是旧了一点，不过可以看到飞机起起落落，是挺浪漫的啊。是，今天晚上特别美。明天之后这个机场就搬走了，这里不再有了。要不我们坐车去兜风吧？不去了，有什么好去的？去看一下新机场也好啊。新的有什么好啊？旧的不是更好吗？当然不会了，当然是新的好，旧的就快关闭了。这个旧机场跟我一起成长，很多东西在我身边发生，对我有很多特别的意义。为什么你老是喜欢旧的东西呢？那你看看这个烂苹果，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老是要带着它。拿回来干什么嘛？我不给，我不给，我不给。喂，不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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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吵了，三八。你闯祸了，你打烂他的宝。是你拍我，我才打烂的。我看着你砸的。你不要吵了，你先走吧。你跟我走？怎么说我都是当红的女明星，哎，追我的人多的是，你当我是什么？我跟你在一起不是因为你有很多钱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你算够了没有？爱情不是左算算右算算靠计算就行，我是一个人，我有脾气。你先走吧。你竟然为了这个烂苹果赶我走。我走。周易，我上个厕所出来就变成这样，导致我多忍一会儿。你也走。喂，这是我的家。那你走行不行啊？行行行行行，冷静一下。美穗，我一直在房里面。啊，这个苹果代表了我们俩的感情。从我们俩分手的那天，你送给我，跟了我六年了。不好意思。他不是故意的。你痛不痛？我没事。外面这么吵，什么事啊？去看看。那是机场的最后一班飞机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可以在这里看飞机起落。机场是变了，但是我的心没有变。我想你回来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我只想拿回心中的水晶苹果。
其实我们两个人真是两个世界的人。这三年来，我们大家都在互相迁就。我看我们还是，就这样。美穗，和平啊，我有点事要跟你说。先进去吧。你们是什么人呢？警察，重案组的。三年前大水牛和他两个手下跑路的那件事，你还记得吗？两天前他们已经回来了，三个人都被杀了，他们把他全算在我头上。但是不关你的事啊。当然不关我的事了，但是他们不相信。和平哥，果然干净利落，竟然连刀都找不到。你怎么找得到啊？我和平早就改邪归正了，你们不相信我也没办法。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幽默了？他没做过，你不能嫁祸给他。没事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刚才你想跟我说什么？你先说吧。这次他们起码要抓我回去坐48小时啊。那又怎么样？没事的。其实阿彪这个人真不错啊，回到他身边去吧，起码比跟我好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他们一定是有了证据才敢这么做，现在来抓人就是证据够了。这次的事情应该是被人陷害的，而且不知道会弄多久。我不想连累你。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我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你的。你别跟我吵了，我要你跟他在一起。和平哥，能走了吗？我陪你去。Very good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我知道我昨天又发小姐脾气了，受不了。那个什么加大州是怎么那么好说话？是加势大州。加势大州，我知道。这次你帮了不少忙，谢谢你。没什么，我只是跟那个日本人说，如果你来香港找合作伙伴，就一定要来找你。如果不找你的话，那还不如叫他别来。哇，这么夸张？香港卧虎藏龙，有很多人是很有实力的。我故意这样说的，因为呢，我还多跟他说了一句，好像我这样的女明星，如果要选男朋友，一定要选像 BG 这样，要不然的话还不如别谈恋爱。那你真把他气死了？没有，他说有竞争才有进步吗？还说要跟你较量一下，要把我。秋雨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其实有些话我想跟你说。我也有事想跟你说。那你先说。我们已经认识2年了，记得有一次我在纽约登台演出，你在下面看我表演，你坐在我左手边第一行的第5个位置吧。
整晚在眼巴巴地看着我，后来呢，还到后台跟我握手。之后呢，其实是我追你，不是你追。原来被人追的感觉很好的，那个家世大周这么疯狂地追求我，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很重要，而且这种感觉是跟你的时候没有的。那你答应他吗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说这种吃醋的话，放心吧，我没答应他。那么伟大，去保钓？不是，我只是想来告诉你，现在你有对象了。对了，你有什么要跟我说？没什么说了。我现在有官司在身，你不要勉强自己了，你还是跟阿彪吧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阿彪在一起？你跟我没前途的。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当然不是。不是就行了。我们尽快结婚。包下整个头等机舱，从香港到罗马，从罗马到威尼斯，从威尼斯去法国巴黎，从巴黎转机去纽约，然后再买两张歌声魅影歌剧的入场券，最好的位置。看完表演之后，我跟美穗就回东京，在重遇的地方大家再庆祝一下。 OK， 我会办妥的。谢谢你。这次的行程我起码要去半个月，要不你也放假谈了恋爱？我不想谈恋爱。嗯，眼光太高了。除非找到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。我想你也应该本来就应该回你哥哥家去，让我送你。哎，美穗，跟何冰讲了，我们进去谈吧。来，进来。阿木，等一下我送你啊。美穗，这样对我跟何冰都不公平。美穗，美穗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他。后天我就跟他结婚，希望你会祝福我。要是以后他都不回来呢？我会等他。阿彪，对不起。出什么事了？他选择了和平。为什么？我以为你们不想再提了。冰，不要再烦我。只要你开心，
为你做什么都心甘情愿。你值得要回你心爱的女人。周瑜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告诉我，我们的感觉是不是已经没有了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你不要乱说话。我知道你不爱我了，但是我不甘心。我这么喜欢你，如果你不要我，喂喂喂喂，你冷静一点 ，Joey， 告诉我你在哪间酒店，我来找你。不用了，我会把我的手指一根一根的切下来寄给你。你不要这样，你冷静点行不行啊？我要令你这一辈子都会内疚。喂，喂，阿莫，阿莫。什么事？帮我找遍全香港的酒店，看看有没有周瑜这个人。OK， 快点。谢谢，帮我查一查有没有周瑜天这个人。周瑜 ，JOERTANG。是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时间快到了，你该走了。如果周瑜有什么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。如果你还爱美穗姐姐，就快去追她，不然会更不安心。喂，是，是，知道了。谁呀？哥哥在楼下等你。放心吧，你先去吧，我会帮你找周瑜的。快点。别胡，周瑜，快进来。你去哪儿了？昨天晚上我喝醉了，主动说话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昨天晚上我说过的话呢，是照着《人肉叉烧包》第三集里面的剧本说的。哦，不是真的。那你的演技进步了很多，吓死我了。你干嘛总是要损我？很赶时间啊？我也赶时间。其实我来这里呢，是想跟你说，原来我还是喜欢被人追的感觉，所以我决定和家世大周回日本。祝福我啊！我祝福你。不过你送给我的东西，我是不会还给你的。是朋友就不要讲这样的话，啊？那你要记住我的生日啊，我每年的生日你也要送生日礼物给我。嗯，我会，一定。
梅穗，怎么了？和平走了。去哪了？梅穗，这次的事我看是跑不掉了，别再想着嫁给我。再见，和平。老板，我那份8万块的工作什么时候上班？和平哥在哪？不知道啊。10万块知不知道？真的不知道啊。1000万，一、二，知道，在那边，在车里。记住，1000万里拉，够了。里拉？1000万里拉有多少？4万多块钱吧。你不要骗我啊！差不多。那我可亏大了。你怎么搞的嘛？自己躲在车上哭，让女人在外面伤心，还是你们比较合适？是男人就下来，喂，下来，出来跟美穗结婚。我要跑路啊，结什么婚？跑什么路啊？有事就摆平他，请大律师，不够钱我支持你啊。啊，兄弟，你来干嘛？叫美穗不要嫁给你。你叫我不要走，快点结婚，叫美穗不要嫁给我，你玩哪样？你不要看着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阿彪，我妹妹走了，她去哪儿了？快点晚点说，她回美国嫁黑鬼，还把她拿行李上计程车了。为什么嫁黑鬼啊？因为她爱你。她说你已经追回美穗了，她的任务完成了。喂，你是不是朋友啊？你妹妹嫁黑鬼你都不阻止，你白痴你！混蛋，你够了啊！你为我妹妹打了我2次了，为什么让我们走？阿彪。拉着他嘛！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谁吗？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阿莫恩，我不过是你6年前的一个梦而已。我知道你这一次不从日本回来尝试追求我，你一辈子都会后悔。但是现在你已经试过了，就算我再选，我还是会选和平。我跟你的感情，就让它留在记忆里。就好像旧机场那样，有空拿出来回味一下，会觉得很甜。你只试过为我打过一次架，但是你为拉蒙，你打了你最好的朋友2次。你问问你自己的心，你喜欢的是谁？你还不去追他回来？在感情的路上，千万不要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。谢谢你，我会祝福你们。嫂子，这40000多块你得给我啊！我今天让你破戒。好。我叉叉你吧，扁你个王八！我以为飞机飞走了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本来我早该飞走了，因为被警察截住，所以没赶上。警察？是啊，他
他说我在计程车上乱扔垃圾。小姐，为什么乱扔垃圾啊？我以为你一向不在乎我呢。我当然在乎。你说的对，这个世界上不会只有一个水晶苹果。我需要你。